我在白云机场的跑道上。骗子，鬼才信呢。65分钟后，我会在老地方，白不来你看着办。凯撒大帝那些数不清的财产都在这儿了。北京，我还有一50平米的行宫，按揭基本还完。基本是多少啊？就差30万了。原来你跟我一样一穷二白，刨去房贷是个赤贫户。哎，你别忘了，所有伟大的人物都出身贫贱。食不我待啊。待什么呀？我现在呢，正值低位。抄底的时候到了，这是在求婚吗？愿不愿意做我的女王？这么小的钻石？哎，它跟我的经济状况匹配啊！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有钱人。那全世界只有你知道我不是。你养得起我吗你？你看啊，我的手跟你的手合在一起呢，就是金饭碗、提款机、有钱的耙子。分开了就是两把大老勺，就算是金山银海也会从我们的指缝中间哗啦啦的流下。对待求婚这事儿一点都不严肃。好，跟我来。我赵小亮来自北京，你潘云来自上海。我们现在身处广州，我意志坚定，你聪明能干，我敢打敢拼，你敢做敢当。亲爱的，咱们两个在一起，北上广就是我们的后花园，任你猜猜猜一猜一猜。你可想好了？我从小有妈没爸，是个彻底的穷二代。我有妈有爸，我也还是个穷二代。我没嫁妆，我没有彩礼。得了，哎，去哪儿啊？挣嫁妆去啊！我们总监说了，谁拿下安徽的赵总，谁就是华东区大经理，华东区爷们。爷们儿，爷们儿。妈，我跟赵小亮结婚了，不是跟你商量，是通知你。行，不跟你说，我到了，再见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，陷入僵局了，里面要重谈合约呢。陷入僵局？叶总，叶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迟到了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果然一片僵局，交给你了，我收拾他，你对付江西的。帅哥，你好，美女，给我来一箱白酒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是西餐厅。少废话，钱少不了你，快去。你们用户的增长率头三个月都维持在13%，这在游戏界不是什么好数字。
第四个月啊，也就是从你接手开始，增长率一下子跃到了230%。第五个月也维持在200%以上。现在我们的用户已经达到了1000万。小梁，这是一个值得惊喜的数字啊。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，但是我们这个……我替您把话说完。但是还有增长空间，巨大的增长空间，只要资金到位，2000万用户不是问题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们准备追加3000万美元的二期投入。哎呦，谢谢王总，你太谢谢了。你先别高兴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好，我们投入资金的唯一要求就是，你必须出去，你要离开公司，而且3年之内，你不能持有公司的股份。您这是兔死狗烹，秒杀功臣呐！最近要求取缔这款游戏的呼声很高，很多人投诉说你这个游戏暴力、恐怖，还色情。可依我之见，它既不暴力，也不恐怖，更不色情。这只是你营销上的噱头。我们唯一解决它的方法就是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。战术性的替罪羊。您就不怕用户量萎缩吗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只要资金到位，2000万用户没问题。有没有你，都一样。没有我的1000万，就不会有你们的2000万。所以我们会给你补偿，但机会只有一次。哎，梁一，过来。姐，怎么了？拿着酒瓶跟我走。赵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哟，你们喝红酒啊，多没劲啊！谁不知道您酒量好？来，咱们喝白的。赵总，我迟到了，我先自罚一杯。哦，欢迎，好酒量。妹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今天有点喝多了。赵总，您瞧不起妹妹。没关系，您是前辈嘛，您随意，我继续干。梁一倒酒。赵总还不原谅我，那我只能继续干喽。哎，妹子，你可别逼我呀。哥哥，不是我逼你，是你逼我呀。你看你酒量这么好，哎，这瓶啊都差点被你喝干了。喝干了？嗯，今儿我白酒管够。不可能吧？哎，你这高级西餐厅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金六福啊？你不信啊？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行政小梁，90后洋气美女，她有本事让这个帅哥变出整箱白酒。帅哥，你好，美女，有什么吩咐？给我们赵总变出一整箱白酒来，有点意思，意思。怎么样？那我试试。好，快点啊！不可能吧？哎，这行，他还说试试，肯定是骗人的。五五六。哎，这回得喝了吧？得喝喝喝喝！哎，来来来来来。小梁，快去把这个酒打开，大家都换白的，怎么样？换白的，换白的。我跟你说，老裘不会答应的。就算没有你们的二期款，他都不会让我出局。他会答应的。我知道，你和你们公司老总裘成功是朋友，为了他，你会顾全大局的。如果换个人，你也一定会打得鱼死网破。你应该向他提出辞职。王总，您是这老江湖啊，我受教。还是谈谈补偿条件吧，这个比较实际。去年跟你一块去澳洲考察的时候，咱们在黄金海岸边上住过一栋小木屋，你说那是你们公司的。
我就要它了。那不值钱，在澳洲很便宜。我就喜欢那儿啊，那儿清静，冬不冷夏不热。你不再考虑考虑？行了，您什么都别说了，好不好？让我高尚一回，好吗？哎，老乔，我辞职不干了啊！你真的好沉，沉吗？哎，你别装了啊！你有多少酒量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来来来来来，不行了，那个还是没有把我当妹妹。有，哎，电话，是你的电话，快接。电话不接，哎，你别跑，我跟你说，出来继续喝啊。喂，怎么着？你在哪儿呢？皇冠假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我能过来找你吗？啊，先不过了，我正忙着呢。不是，那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你啊？我一会儿打给你啊，拜拜。哎，姐，你怎么样？酒，快。哦。赵总，不许睡觉，就来了。哎，好，喝，不要这样，赵总，会打人的。啊，我的力气也很大，来试试。凉一酒。来，哥哥，再喝一杯。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我真的喝不下了。再喝一杯嘛！啊，谁不知道你赵总酒量好？你这就不喝了，不给妹妹我面子是吧？哎呀，哦，从今往后是不想跟我以诚相待了。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愿意跟你以诚相待啊！小潘，哎呦，哥哥，你别生气，我说过我会打人的嘛，不生气吗？凉一酒。哥哥，你还记得咱俩几年前第一次见面，你给我倒了这么一杯白酒，让我一口喝下去。厉害。嗯，多少年过去了，还不如喝一杯。哥哥，你是眼看着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你不能到了这会儿我有难处了你不帮忙啊。干咱们这行的容易吗？可现在决定权不是在你手里呀，你这大笔一挥不就完了？梁一，合同。哎呦，你别挨挨挨的。我跟你讲，今儿啊就给我把这合同签了，往后你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，真的。哎，谁没有个有难处？妹子，我做不了这个主，我不能签这个字儿啊。赵总，这屋里有六瓶白酒，你今儿要是不签，咱俩谁都出不去。还有啊，你如果把合同签了，我就在别的渠道给你把折扣补上。好，我签。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我让那帮唯利是图的人摆了一道，不过吃了亏，我才发现我的道行是如此之浅。我
辞职了啊。这帮老东西巧妙地利用了我感情用事的弱点，老江湖手段够辣。不许反悔结婚的事儿，不许拿这么烂的理由做借口。放心吧，现在除了你我一无所有。我这么让你恶心吗？那你还回北京吗？咱们是在这儿还是在北京登记啊？你户口不是签这儿来的吗？我们就跟这儿登记得了。方涵，你也在？女厕所呀，拜托。哎，你不打算对我刚才的悲惨经历表示一下同情吗？谢谢。方涵，你是第四个知道我们要结婚的人。嗯，第五个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告诉我爸我妈呢。喂，爸。你喝糊涂了呀？我跟你说一声啊。他都失业了，现在结婚急什么呀？选个好日子呗。失业对他是家常便饭。行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知道了啊。你运气好啊，他又搞定了一个大客户，马上要成为华东地区的经理了，肥着呢。多肥啊！明天去结婚。毛骨悚然。放心，我说的最坏我记得。明天下午三点。下午三点，我来接你。嗯。裴云。各位，他就是你们的榜样，我代表公司谢谢你了。谢谢于总，我觉得红包比鲜花合适吧。这些年我一直在送花，一直被拒绝，原来是这个缘故啊。今天我们销售部还有一件喜事要宣布，我们还是让我们的当事人跟大家来讲吧。来，汪涵。大家认识人力部的南海，大家很快都会收到红色炸弹，因为下个月我们要结婚了。你怎么连我都瞒着？我们俩事你不是知道吗？我说结婚临时决定的，我走他留下。啊，汪小姐其实是因为要专心做太太，我曾经很努力地挽留她，但是家庭吸引力还是比较大。恭喜你啊，非常羡慕你。可公司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啊，同事间不可以结婚。好，谢谢你于总，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辞职的。哦，舍不得你走。学历，工作六年，来自江苏威武。先生，您的水。哎，你东西东西。于总啊，我才听说市场部总监面试，你都忘记通知我了。你不用参加了。喂，潘云呢？你下来一下。潘云呢？他只是一个普通销售员，怎么能参加这么高层次的面试啊？你不用管了。
李总。哎。你好，李总。来，坐。小潘来了。我要面试三个市场部总监的人选，都是猎聘网 GCDC 重点推荐的，我邀请你担任考官的。我？这太高大上了吧？我觉得叶总比我更合适。市场部跟你们销售部的业绩是有关联的，你帮自己挑选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市场部总监，就那么简单。可是我下午三点还有事儿。王总。做个自我介绍吧。给我来瓶二山。哎，先生，这水是这位先生的。对不起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先生，我再帮您拿一瓶。好。在你口袋里有两个资源，一个是沙漠，一个是大海。刚好有一个大客户进来，他跟你说我要水果，那你的对策是怎么样的？我会让他相信，坐在沙漠中吃水果或海面上吃水果，要比坐在房间里吃水果有意思得多。所以为了吃水果，他必须购买我的环境。那水果呢？可以从其他国家买来给他。他自己也会去买，他不傻呀，对吧？我有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。我的经验对 ABA 公司来说非常对路，但是我不是卖水果的，这些虚头巴脑的问题没有意义。我告诉你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做的。他会在沙漠里面搭上一个大棚，淡化海水，利用滴灌技术种出水果来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个问题是最实际的。面试结束。我在三家五百强公司待过，没有哪一家是这样面试的。现在你遇到了，谢谢你。于总，我也听不懂你的问题，完全听不懂。好，下一个你来提问喽。下一位。你们好。对不起啊，照片上不是你。那您就别看照片了，看我就行。我叫赵小亮。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。他是第一个进来对你有反应的。这么一位大美女，那么多人进来都视若无睹，连笑一下都不会。对不起啊，你确实不在名单上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是光明正大的走进来的。刚才在楼下你们的保安给我按的电梯，然后刷的卡，之后你们的职员就一路把我领进了这间办公室。我也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漂亮的解释，要不然我不会出去。这个可能是我们程序上出了问题。你是猎聘网预约来面试的吧？我可以坐下说话吗？谢谢。啊，这样就好多了。啊，我回答您的问题，我不是猎聘网推荐的，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楼上在进行面试，纯属偶然。不好意思，请你出去。现在出去损失的是你们啊。给你两分钟，谢谢。我没有带简历，不过你们可以上网搜索赵小亮北京营销这七个字，弹出的相关评论80%以上都是关于我的。美女，你也可以搜一下。猎聘网的 GCDC 职业顾问先前找过我，我也很清楚他们对我的职业评价。之所以我不在您的预选名单上，是因为您的公司在广州，而我先前身在北京。不看不知道啊，一看吓一跳。你在业界的名声可是不大好啊。小公司缺钱求生存，博人眼球是唯一的出路。那
被人追着屁股后边跑，哪顾得上屁股擦没擦干净啊？好在这些案子都成功了，老板也挣着钱。不幸的是，我的身上被粘粘了一些之前溅起的屎粪啊，被扣上了一个不择手段、恶俗营销的名声。最后一分钟 ，ABA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干净，怕脏、怕丑、怕失信。照这么发展下去，迟早有一天 ABA 会轰然倒地，到时候会有一批新的富豪从你们腐烂的身躯里滋生出来，他们靠的是吸取你们的经验、金钱和血液。新技术领域根本不存在共存共赢，没有朋友，只有敌人。干掉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择手段。考官，你提问吧。说好了，这个归你。好，说说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刚才我在楼下的咖啡厅等待一位美丽的女士，突然，一个失魂落魄的男人坐在了我的对面，并且扔下了一张金光闪闪的招聘通行证。于是我就在猜想，是不是冥冥之中 ABA 在呼唤我。所以我就贸然地体验了一把 ABA 的高大上，和大家共度了愉快的两分钟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你的口袋里只有沙漠和大海，大客户只有水果，怎么办？那就先让大客户付定金，然后拿着这笔定金去银行贷款。等我们有了足够的钱，我们可以满世界去寻找在沙漠和海洋里种植水果的技术。别人不卖，我们可以偷；偷不来，我们可以山寨。总而言之，我相信只要有钱，我在月球上都可以种出黄瓜来。至少广告里我们可以这么说。一看到是你，我的头嗡的就炸了。我第一反应不会是做梦吧？我看到你心里也咯噔一下。不会吧？难道这事儿是要成的节奏？天时地利人和，考官都是自己人。你有没有一点小想法，要以权谋私把我弄进来？你以为我们 ABA 说来就能来的呀？有什么的呀？哎，你看你们老板看我啊，那眼神都直了，没准都爱上我。你说真的？你那张请柬是垃圾桶捡来的？怎么了？你真想来 ABA 吗？想来又怎样？不想来又怎样？别当真啊！我要是当真呢？我叫你别当真。为什么呀？这儿跟你以前那些公司不一样，来不得一点歪门邪道。你要是当真了，这事儿就办得不漂亮了。你不是当真，你是当真过来玩呢？怎么说话呢？说我歪门邪道，你就这么评价你男朋友？要是没请柬，你就别搞一张捡来的，这就叫歪门邪道。我们公司是规规矩矩做事、踏踏实实做人的。我怎么听着味儿不对呢？你就是觉着我赵小亮配不上你们 ABA 是吧？你们 ABA 高大上，我来你们这儿当什么市场总监的，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懂。我跟你说啊啊，别以为自己是五百强，我赵小亮想进进出出那都是 so easy。什么大中华区 CEO， 看到我不也直眉瞪眼吗？没劲。这事儿是你先挑起来的，我还觉着没劲呢。哎哎哎，我还没上车呢，你干嘛去啊？你管我干嘛去呢你？哎，你不结婚了是吧你？哎，再不走我报警了啊！喂，110啊，我要报警，有人骚扰我，不停的敲门，按门铃儿。对，我们家是在天河区嘉和苑3栋512。对，您快来啊，谢谢。
喂，赵小亮，你真走了？啊，我怕警察叔叔抓我呀。让你吃，让你痛吃。啊。好啊。哎，行，我投降了没有？我投降。投降？投降晚了。快说。啊，说，我真的不是诚心给你添堵的。我也知道你生气呢，并不是因为我去了你们的办公室，是因为你觉得我有事瞒着你。但我对灯发誓啊，我对灯发誓，我一直在楼下乖乖的等你，直到那个倒霉催的把通行证放到垃圾桶里边，我也就是心血来潮，哎，脑头一热我就上去了，绝不是蓄意的。这个我是相信的。但是，你说我歪门邪道，我还不高兴吗？哥们儿做事要么不干，要干就得干漂亮。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我可以答应你，我不会去 ABA 上班的。切，说的跟真的似的，谁稀罕你想来就来？我还就是想来就来。谁呀？谁呀？警察。你好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说有人骚扰你，有这位事吗？没有，我们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没有啊，他就是他，我报的警，你敲了好长时间门，他没给你开，你不就是骚扰他吗？让你做考官，你会发飙的。哼，我根本不会给他对话的机会。我要的就是他胆大包天，不择手段。哎呀，没想到于总也是夜行动物啊！大半夜的出来觅食啊！20多年了，我每天睡觉不超4小时，有那么忙吗？哎，舍不得花花世界而已啊！说实话，我对你很感兴趣。我跟猎聘网 GCDC 的专家讨论过你的，听到很多中肯的评价。明天要在会上讨论，所以我想多了解你一点呢。谢谢于总的好意，不过呢，您不用考虑了，决定放弃。为什么？理由12345等等等等。那你为什么答应来见我？因为我决定放弃了，所以我要见见你。谢谢您主动来约我。废话，你不如电话里就告诉我好了，我也不用浪费这大半夜的时间还有精力了。哎呀，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嘛，我想听听您对我的评价。你还是没说实话。我大半夜来找你，总是对你有不错的看法，就看你能给我什么了。我这个人喜欢等价交换。那我就告诉您我的底线。那我是北京人，
我的身份证前三位数字是110，如果我能拿到这个年薪，我就会加盟 ABA。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，我最多给你1/3的数字。原来我在于总眼里只值年薪35万啊。聪明，钱是最残酷也是最真实的。我也跟您说实话吧，我之前的年薪啊没有超过过20万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不影响吧？戴好了吗？你太高了。你先看看我有没有严实。1、2，看一下。3。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年表。哎，对了，哥们儿，我没在机关单位工作过，所以我没有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叫打就不用了。都什么年代？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介绍信呗。可没这个东西能证明我们不是重婚吗？哎呦，你真贫！填你的表。像他这样工作太不谨慎。就你话多。你写你自己，写我干嘛？我当抄作业呢。那个哥们儿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扯一张啊。自己拿。干嘛不接呀？我又不去你们公司上班，我接他干嘛呀？你怎么会有他电话？咱们先把表格填完，好吧？回答问题。先把正事儿办。接呀。哎，于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事儿。110，别跟我说是逗我玩。好，下午来面谈。阿云，老婆，咱别那么幼稚好不好？啊，有什么话咱回家好好说。我告诉你，赵二亮，你能不这样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吗？我怎么就跟做贼似的了啊？我是光明正大挣来这110万年薪呢。110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是挣1100万跟我有关系吗？老婆还有车呢啊！哎，不是你等，你这什么意思？